祝专员，我想您可能有什么误会。你就不要再装了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昨天晚上，你夜探上府，差点被尚红发现。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猫？ 那鬼王还跟你说了什么？鬼王还跟我说，眼下急需要弄清楚的，是上府后院小楼隐藏着的秘密。那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的也都是从林小果那儿打探来的。这栋小楼神秘至极，尚红发从来不许任何人进去。我只知道，这栋小楼里住着的人自称是心莲居士。 林小果，你给我正常点！不行，要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应该采取点行动啊？ 来了，娘，又吃包子啊？这次应该是你请了吧？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一定会结账。可以先结吗？今天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。那我就，好，那我就吃吧。
好吃啊？好吃。我有事儿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啊，那个，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了我，我一直想跟你表达感谢。嗯，应该的嘛，一个女孩枪林弹雨的不容易啊。什么女孩子，你瞧不起我？没，我们警局没有人敢瞧不起我。是，那是。多吃一点啊。嗯，好。那个，我今天正好休息。那，看你也没什么事儿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会儿我要陪喜宝去听戏。啊？听戏？哎，你这个，是啊，两张戏票。正好给你们俩吧，你们俩一块去听。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听戏的嘛，对不对？不喜欢，正好。那。你想的太周到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对了，这喜宝除了喜欢听戏之外，还喜欢什么呀？喜宝，喜宝从小就很胆小，所以他比较喜欢温顺的小动物，不像我那么野蛮。这两年喜宝喜欢去美善堂跟那些孤儿们在一起。还有喜宝特别喜欢吃广仁斋的云片糕。哦，对了，喜宝还喜欢下雨天，因为下雨天空气特别好。那个今天我有点不舒服，那个什么，今天有点意外，我先走了。哎，
少爷，看到小姐了吗？少爷，哎，看见小姐了吗？少爷，你忘了我不是小姐的丫鬟了？你废什么话？小姐在哪儿？我看见她，她好像和徐律师出去了。谁？徐律师。刚才的戏真好听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专门从广仁斋给你买的。谢谢查理哥。不客气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？啊，听你姐说的。你跟姐姐关系好像不错。嗯，还好吧，她跟贾小跟谁都能打成一片。喜宝，嗯，我跟你姐闲聊的时候说起你们的家事，我还挺好奇的。你指什么？林夫人吗？不全是。她说有一个叫什么新什么居士的住在你们家。心里。进云观做法事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有点好奇而已。哦，
有老法师了，不必客气。跟他说说。是。按照上府的规矩，在您进入这栋小楼之前，我必须确定您身上没有不该带的东西，还请法师见谅。这是自然。多谢老爷，没问题。走吧。法师请。今天的法事取消，法师请回吧。那贫道先行告辞。法师请。慢着。少安，去账房支石块献阳，送与法师。是。
天门，找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。按理说呢，这个事儿不难办，但是要牵扯到北京的话，可能就有点麻烦。官司一定要打，要找个好律师，这个官司就稳操胜券。您的意思是？徐查理，徐大律师，您听说过吗？徐查理，徐大律师，咱们江州人都知道。徐大律师现在是震天门的法律顾问。哦，陈军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，那就是理所应当的。好，能请到徐查理，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，保准稳赢啊。那我就带陈军长，谢谢了。没别的事了，先告辞了。不错，请。少爷，我没听错吧？您还给那个徐查理介绍案子，他已经够出风头的了。这个官司很棘手，他是打赢了也不是，打输了也不是。那就等着吃瓜烙吧。还有，给他找点事儿干，省得他天天缠着喜宝。少爷，原来您这是一石二鸟啊！给徐查理打电话。是。我是徐查理。这么半天还不开口，废物一个！是条汉子，年轻人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：招还是不招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去南开大学。应聘的化学教授，你还想让我说什么？懵，典型的懵。你的底细我早就知道了。你叫吕一，是南方革命党从广州派到江州城执行秘密任务的奸细。年轻人，我念你年轻，我舍不得，舍不得，你懂吧？我奉劝你。把此次执行任务的人员和名单全部给我交上来，我保你不死，我留你一条命，我说到做到，留你一条命。什么是革命党？我没听说过。给脸不要脸，给脸不要脸。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烙铁硬。最后再问一句，招还是不招？招不招？
陈局长，我闺女出手相助，不然我这回可被他们烦死了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找我。怪不得整个江州城的人都在说，只要上了法庭，就没有徐大律师打不赢的官司。过奖了。陈局长这次官司虽然赢了，但陈局长必须履行诺言，把姑娘送回去。哎，这没问题。这人我已经放了，早上我已经派人把她送回去了。徐律师，徐律师，我想问一下。 现在外面传闻您在法庭上面为了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，那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对呀，没什么要说的吧，徐律师。他妈了巴子，哪个报社的啊？怎么逮啥问啥，懂不懂规矩？报社还想不想开了？滚一边去！二大爹，二大爹，二大爹。 行行行行，别拍了别拍了，行行行，别拍了我，别走啊，别拍了，别走啊，宁威，你给我解释清楚啊，我什么时候丢了你这么一个乡下老婆？还有这么个儿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谁是宁威啊？我现在的名字呢是梁雪萍，身份呢是你乡下的老婆。 而你现在的任务，是帮我去救一个人。我的任务？你有什么权利给我派任务？我知道，你现在很恼火。不过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，而且在这儿，就只有你能帮我。打住啊！宁威小姐，啊，不管你现在叫什么，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，但如果你要再来损坏我名誉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想你也是不愿意自找麻烦的，所以呢，现在就请你们。 离开我家啊！没想到，大名鼎鼎的黑夜判官，居然是一个自私自利、见死不救的冷血动物。我告诉你啊，不只是你有事，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的事一定没有我的事十万火急，我恳请你。 再帮我一次。再帮你，上次结军火的事情还没被你利用够吗？再相信你的话，那我这徐得改姓笨了。你不用姓笨，姓郑就行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呢，郑弘毅？
去吧，真好看。卖报卖报，大律师徐查理的乡下老婆找上门来喽，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。卖报卖报，哎，给您。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，糟糠妻携子苦寻负心郎。姐，这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徐查理，徐查理，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，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他。